捕风捉蛇不是小事。这一年已经有数十位弟兄因为捕风抓蛇而受伤。消防员的三大任务：预防火灾、抢救灾害、紧急救护。火灾案件5万多件、6万多件，但是捕风抓蛇都是10万件。从中央到地方都一样摆烂。提高补助额，要实质回归，要实质回归。提高补助额，提高补助额，要实质回归，要实质回归。农委会让消防员执行了已经快要50年，已经快要50年的捕风捉蛇的勤务，希望后可以在2017年，就是今年回归后，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后，我们今天准备了好几个消防员因为捕蛇哦，因为捕风，所以造成他们伤亡的案例哈，所以我们希望今天来到这边，我们希望是什么？第一个是农委会哦，行政院农委会作为捕风捉蛇的主要的机关，你应该要补足这个业务和所需的经费，就是4.2亿的经费，以及它的补助的门槛哦。再来是消防署，你应该要作为中央主管机关，而且也是地方基层消防员的后盾，你应该要具体承诺说哦，我们从明年1月1号开始不再执行捕风捉蛇的勤务了。昨天农委会的回应哦，仍然是不愿意提高1.3亿的经费到4.2亿哦，顶多只有提高补助的门槛，但是提高补助的门槛，补助金额却没有提高，是没有用的，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哈。发生在新竹县2013年的时候，我的室友，哦，他因为过敏性体质，哦，他不知道。那我们去执行了这个所谓哦农政单位的捕风勤务的时候，不慎被虎头蜂蛰，那他被蛰了3针之后，他马上打电话回分队求救。那幸好经过紧急送医之后，哦，救回一命。那这是好，他写的文章。老婆，希望你下辈子，哦，不要再嫁消防员。2013的夏天，在执行某次的捕风勤务中，哦，不慎遭虎头蜂蛰伤。刚开始，身体出现了一些打喷嚏、流鼻水等过敏反应，哦，渐渐的呼吸由急促变为吃力。然后我就直接在现场失去意识，倒了下来。好，但我真的很幸运，我度过了这一次劫难。好，因为我们本身没有经过任何的身体过敏源的检测，那每个人一定要被风蛰过，才会知道本身是否过敏。那我们从在校、在职都完全没有接受过任何的捕风抓蛇的训练。哦，并且连意外的现场、及时的医疗设备、器材，通通都没有。哦，如果今天相同的状况发生在偏远地区，我应该就真的死了。哦，支持消防专业，更加的提升，那也支持抓蛇捕风回归全责单位。宜兰县救猫延误，然后耽误了需要待救的妇人的生命。同样都是属于消防员非专业的勤务，捕风抓蛇以及抓猫抓狗的案件，但是却影响了消防人员去救人的时间，甚至导致民众权益伤亡，消防员捕蛇被蛇咬截肢，这些都不是消防员该做的事情，但是农委会一句没有钱，就要地方消防员去做这些业务。2012年到2015年，火灾统计及捕风抓蛇的案件数，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红色这条捕风抓蛇的案件数，远远高过于消防员该执行的本业。消防员的三大任务：预防火灾、抢救灾害、紧急救护。火灾案件5万多件、6万多件，但是捕风抓蛇都是10万件。全台湾只有一个桃园市政府消防局有所谓的捕风抓蛇大队，但它是怎么来的？它是经由新屋大火殉职6个人殉职之后才成立这个队伍。前瞻计划4年4400亿，然后你看农委会签了一个1.3亿的预算，现在都还不知道有没有。然后他预算先签了之后，我各县市政府就已经在说你的补助不够，我没有钱，甚至在你这个计划还没有下来，他就直接预定哦，他就直接说没有，像新竹
他就直接说没有，我们消防机关继续抓。像嘉义，他说我们消防机关继续抓，然后你们中央说，这个是地方政府的职责。可以自己看一下农委会他签出来的公文，哦，他的公文明明白白的写了什么？捕风捉蛇之案件有逐年攀升之趋势，以103年处理捕风捉蛇之案件总数核算，目前所核的预算经费尚不足以支应107年到109年。那我就觉得，我们真的觉得很有趣，你都知道不够，然后你还提了一个不够的预算出来。现在就是农委会已经有针对这个捕风捉蛇为民服务的一个补助计划啊，一个计划报上来，那现在院里面在做处理。那最近我们邀请卢院长，那恰好今天是我们向弟兄他们有这样的意见，很宝贵的意见，我们会一定的话把它在签里面的话完整的话呈现给院长，知道他们的心声啊，最后让院长来做一个决策。中央拍板定案，中央拍板定案，农委会持续摆烂，农委会持续摆烂。政府的健康小姐，政府的健康小姐，你们的肚子，你们的肚子，医院帮你接受你们的肚子，请你们不要做出脱序的行为，请你们不要做出违反脱序的行为。中央拍板定案，中央拍板定案，农委会持续摆烂。刚刚我知道你们已经到行政院，那林副处长针对计划的部分已经有做回应。那第二个问题说农委会来督促地方政府，实际上农委会他也没有这样的权，我们只是说有关于消防署认为说这个的业务，捕风捉蛇的业务要回归到农政部门。那您手上资料跟我手上资料都有，已经有12个县市的捕风捉蛇的这个业务已经回归到这个农政部门。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哦，副处长嘛，副局长嘛，我们请问一下，这12个县市完全没有具体的方案，怎么能够叫做落实回归？还有，究竟门槛能不能够调高，预算能不能够补足？我们要求就是这两点，农委会到底能不能具体的承诺？我们提出来的计划是一点，就是4.2亿里面的30%啊，所以还是1.3亿嘛，还是1.3亿，对不对？那你们要不要调高预算？明明就已经告诉我们1.3亿不够了，为什么不调高？刚刚不是已经讲了，行政院会为这个预算的部分做回应吗？所以提出计划的农委会难道无法掌握自己提出来的经费吗？到底是多少是你们呈上去要签成的？对啊，就是我们今天大家行政院的已经针对经费的部分已经要打，我们是行政院了，我们是农委会林务局。那当然是要按照行政院的回应的内容做。那你们提出来的经费到底是多少？能不能告诉我们？我们就是4.2亿的30%、啊。所以还是只有1.3亿，对不对？还是只有1.3亿嘛？对呀、啊。好，我们谢谢副局长。我们接了之后，我们会发函给各个立院的立委，要求他们说，必须要去执行行政院到底有没有落实捕风捉蛇回归的业务，以及我们不排除从明年1月1号开始，我们要呼吁全台湾的基层消防员，不要再进行捕风捉蛇的业务了，我们也会再回来行政院，再回来农委会。好。